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一位呢，在我们艺能界来说啊，我的偶像，哇，堪称可以说啊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对啊，他的这个歌声就不在话下。那他所有的这个演艺才华，说学逗唱，我还记得他曾经跟我一起主持节目，跟冰冰姐，嗯，唱歌一把照也会主持。 哦，那当然呢，他有很多拿手绝活，我等一下呢就一一的把它挖出来。但是哦，因为他第一首要唱的这首歌哈，对我来说又有童年的记忆了。你啊，你是几岁？你童年你嘛较正经的哈。我妈妈是客家人。哦，客家妹哦。对。走马街东西。哎哎，杨秀惠同学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哦。 许胜梅，你要讲迄落配话哦，迄落啊，就许胜梅你咩讲？许胜梅，客家话都阿妹啊，谁妹安家？哦，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绰号，给我一点掌声好吗？真的，哎，说实在话哈，我生一目睭，我爸爸唔看一个查某才高明皮啊，你啊，什么介拢有关系啊你啊？至少我嫁出去，她还没有嫁，快点啦，欢迎一下，不是我白给啦，是我给你，没给你啊，我不敢点头来。 你要干来欢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谢谢各位安江，我们欢迎罗时丰，掌声鼓励，欢迎罗时丰。哎呀呀，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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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梅姐，哎，是梅姐，是梅姐，对你从小听我的歌的，对啊，所以梅姐很强的时候就听你的歌啊，是，不过就是今天真的我非常的有福报啊，是，对啊，能够在师尊面前唱歌啊，真的，然后给师尊听，还有给三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，真的，今天如果八字不够重啊，前世没有烧好香啊，还不能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跟我们师尊面对面啊，师尊我要代表我家杨家历代祖先谢谢你啊，哈哈，真的。
你不是已经加入政府中了吗？谢谢你给我这个宝贵的这个机会。对对对。当然，这么近距离看到师尊啊，而且刚刚师母啊，叫我搬去他家住，你可以吗？刚师母有说要你搬他，有师母对不对？干嘛呢？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搬去师尊家住，那你要睡哪里啊？哎，我当然睡客房啊，喂。哦。可是什么东西啊？如果你可以搬过去，我想他们家应该住了两三百人了，因为也会有我。哎呦，你也要去对不对？大家都要去跟随着师尊跟师母的脚步哈。 我已经都修理好了啊！修理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啊，跟师尊一样心肠很好。心肠很好啊！那就太好了哈。啊，谢谢各位啊！哎，有空到总统府找我泡茶啦，谢谢啦。你还在总统府？总统府华人啊，华人啊，你是住你的都位啊？现在好像是马英九嘛。哎，对，马英九嘛，嘿，换的。要不然这个是可以到那个翠山庄找我泡茶啊？谢谢啦，谢谢。哇，谢谢谢谢。我休息一下哈，因为我的下巴很酸啊。谢谢，你看我们牛哥。 一个人来祝贺，我觉得还不够热。不够，这个掰卡给啦嘛来啊嘿。哇，你也变卤的，我跟你传好啊，变卤的嘿。我好卡好笑你。我看你好卡好笑，所以你一定要模仿一个阿杰啦，请坐。为了表示隆重。这哦。
因为阿吉拉哈，阿吉拉大家解释一下，其实他都是用这只手拿麦克风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这手这样高，然后他是这一只手 Q 的，哦，这一手 Q 拢不阿都出来啊，对对对，哎呀、啊，然后哎呦，有时候做、欸、做你害你害了，拢没去害到家己呢哈，哎呀、啊，啊有当家拢会安尼害，哎啊这个卡嘛 Q 的，哦 Q 的，啊这个卡 Q 的，哎呀拢搞搞的迄落伊呀伊呀呀，嗯。然后这用靠这只脚在用力，所以他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只手哈、啊，其实还可以拿麦克风了、啊，他就这样高着，然后用这一只手在搬椅子。哦，我、哦、操纵自如。欢迎阿哥啦！我感觉哦，你就有天分的，你这人好脚好手，实在就怕算的呢，吼。喂呀，你是要提菜刀来给我讲讲啊？你要讲几句话无？来，呼。小弟阿吉拉，今仔日非常欢喜，会当来参加咱的师尊的一个生日宴会，祝福咱的师尊啊，会当身体愈来愈好，食到百二岁，安尼好啊唔好啊？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哇！掌声鼓励！哇，牛哥是太厉害了啦！哦，头壳戆，会戆吼。嗯。你安尼有想要起价呢？好。叫门来吃好神啦！恁叫恁爸吃好神啊！我要问你什么神啦、啊？我是罗车三太子啦、啊。哦，你三太子，啊，借问这摆要开几号啊？开几号啊？啊，无你去问师尊，才知影啦。哈哈哈！哎呀呀，过会起价哦。哎呀呀，哎呦，真正要。退价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太厉害，唔知待有时间，搁要看无？啊，消防旗啦，消防旗来者，消防旗。消防旗，哎。到底呢？消防旗还有迄音乐，才有。哎哎，啊，才无音乐啦，你着打唱倒啊，打细节师尊甲师母着足欢喜个啦。消防旗伊是挂墨镜嘛，哎呀，啊墨镜来挂，啊但伊手挂哦，伊手挂这手拢安尼。安尼是安那？哎，手挂拢安尼。啊，害者，害者。安尼。哇。伫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妈对我上好，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伊嘛常常传奇又甜，看人伫佚佗，看人伫办公室，看人伫哩笑笑。谢谢。我要接下来唱这一首歌啊，是什么歌？这首歌之前我要讲一个小故事。哎，什么说什么？这个男人啊，就好像搬砖工人一样，他在努力为事业打拼的时候，嗯，哦、他在搬着砖的时候，他可能无法抱你。哦，对了，没赢嘛，没赢嘛。嗯，他如果把砖放下，他可能无法养你。哦，对哈、哦，洗不起，没头喽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啊嗯。所以这首歌就是要献给。这个为了家庭、为事业打拼的这些男人们的一首歌，所有伟大的男人们要注意听了。这首歌歌名叫做《男人的汗》。查甫人的汗啦，中国英雄。人生走到这，地位亲像山，才知心酸也孤单，生命。我头看风云起变化，谁知雨水藏花冠。是啊，总可双手甲己拼，他乡路找无故乡名，孤单行。就一道白米换，镜头上灯打，有时路看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。
一个大一滴查某人的歌。牛牛哥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查某人的歌，你辛苦恁姐，有只皮呀。地位亲像山，才知生死也孤单。生命越好看，风云起变化，谁知雨水掺花干。是啊，呀，总靠双手。家己命，阿强哥找无故乡命，孤单行，为着一顿白米饭，肩头双肩担，有时路伴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。一生风雨，什么才一个大一滴查某人的汗。他乡路找无故乡命，孤单行，为着一顿白米饭，肩头双肩担。有时路伴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。一生风雨，什么才一个大一滴查某人。再次感谢我们罗志峰，用真心来交陪朋友，不免计较打烧酒，一杯粗茶，切五角的豆干，阮嘛饮甲规暝爽袂提。来斗阵，感谢你无分大小，一路小天气到底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唱咱的名声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你做伙拼输赢。人生亲像一条歌。唱咱的名声，我敬你，你敬我，因为有你，我不烧酒，一杯粗茶，切五角的豆干，阮嘛饮甲规暝爽袂提。来斗阵，感谢你无分大小，一路烧天天到底，人生。的名声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你做伙拼
正输赢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唱咱的名声。我敬你，你敬我，因为有你，我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唱咱的名声。我敬你，你敬我，因为有你，我不惊。谢谢。